日前播出的 Running Man 中 Astro 的成员陈盈优、文彬、尹产赫作为了嘉宾出演，而当天节目接近尾声时，成员池锡辰、梁世灿、全昭敏必须要接受水桶服不服的惩罚。由于桶子内分别装着水、花瓣、黑色颜料，因此当负责泼全昭敏的陈盈优看到他不幸选到黑色颜料时，便在泼出去的那一刻故意把桶子倒在全昭敏的前面，让全昭敏只有被洒到一点点的黑色颜料。而这个贴心的举动曝光后，也立刻在韩网上引起热烈讨论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太疯狂了，都已经那么帅了，可不可以不要也这么善良？陈盈优真的心地善良又细心，他到底有什么缺点啊？